Let's go。我早就说过，娱乐圈是结了婚的炒婚变，没结婚的炒绯闻。总之，水越混越好。但是像张馨予这样未上娱乐头版，把所有想到的、想不到的招数都使出来的，实属罕见呢。坐台、艳照、整容、床照、傍男星、秀恩爱、劈劈腿、闹分手，剧情跌宕起伏，花样还不带重复。我说妹子啊，你不去做编剧真是太可惜了。在与李晨恋爱前，张馨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几线。2011年里，他用吴卓羲的微博账号发了两人的床照，宣示主权，丢了男人却赢了新闻。不过没关系，继任者李晨完全是个懂人物，他始终坚信女友是清白无辜的，一切传闻都是恶毒的诽谤。在李晨眼里，女友就是女神，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缺点，最大的优点是全身都是优点啊。这哪里像是优质的青春偶像啊，怎么看都是个备胎的思维吧。去年七夕，中国好男友李晨在微博上与女神公开恋情，引发网友的狂吐槽。原来石头哥的石头不止送过张馨予一个，他的前女友迪丽娜尔也有一颗，早前他的妈妈也有三颗。谁说集齐七颗李晨送的石头就能召唤出神龙呢？他的石头继淘宝店还没有开业的女朋友就跑了呀。影评人谭飞曾经指出，李晨一直认为张馨予是个单纯的姑娘，不爱名牌，租房子住，没有汽车，至情至性，这直接扩大了单纯的范围，将几乎所有的北漂女都囊括在其中。他还觉得女朋友确实谈过几次恋爱，但谁的生命里也没有遇到过几个极品的前任呢？又出道，又拍戏，又谈恋爱，哪有时间去坐台？这又间接低估了坐台这一职业的时间灵活度，又不用打卡，忙不忙有什么关系呢？据说张馨予劈腿霍建华，两人在外地开房约会被李晨知道，他竟然在朋友圈里大方发出一条祝福你和霍建华。后来张馨予求其删掉，他就乖乖删了。有朋友讲义气，要帮他集体在张馨予的朋友圈里留言声讨，这一想法也被他扼杀在了摇篮里。理由是他以后还要在圈里工作呢，这样对他影响不好。Oh my god！接手的霍建华都没 care， 你操什么石头心啊？娱乐圈没有感动中国吗？真应该搬他一个呀！